来来来来来，我先喝一个喜的呗。最惨 ，Oh my god！ 耶！又来，一直流血。还有什么？啊，每天都要戴墨镜。拍上裸照片。就其实也想跟你们聊一下，我昨天其实很难过，有个原因。你这样突然讲这个，我有点晴天霹雳。我想要对石之田说，先跟瑞嘉讲好了，我们的团长。那之后的话，其实宇腾他是，再是李琦，李琦其实也是一个，我先对罗罗好了。